这像谁的呀？人事部邢总的。叫老秦下来移一下车。你打？我打，不太好吧？好，那我上去把他叫下来，然后你把钥匙给我送上去。那我是什么？帮你停车的。你自己上来的。我叫小胡下来一车。好啊，你打电话呀。那你干嘛？陪你啊。你现在跟我坐一下都这么难受啊。上班时间人家看到不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你总裁啊。谁都知道我是你前妻，而且我们要复婚，我们俩又没有偷偷摸摸的。喂，小胡，你跟人事部秦经理拿一下车钥匙，下来移一下车子。赵子慧平安落地了，你开不开心呢？我跟他就是同事关系。请你不要寻我开心。我后悔了。什么？戒指，还给我。没带。那什么时候还？下班吧。那你送到家里来吧，去老振兴吧。我定位。嗯。真不容易，浪子回头了。谁是浪子？你，老浪子。胡，把车子移旁边一点。好的，好的。
老肖签了吗？签了，协议今天到严总手里。晚上7点钟，在老正新给我定2个位置。好的。总部的安娜10点钟到虹桥机场，你去接，你直接接到公司小会议室。安娜。法务总监，责询各分公司问题项目。哦，知道了。那天，徐谦真的把老肖给绑过来的吗？是。老肖没有为难他吗？没有。毛头小伙子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为了你什么都敢做。好好对人家。这两天好吧？嗯。看照片啊。哪张好？这张挺好的呀。这张挺好的。啊，都挺好的。你选一张放到相框里，选哪张？这张吧，这张啊，就这张吧。是正规尺寸吗？相框在你这儿定的。哦，那已经放好了，我去拿，请稍等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喂，少壮啊，我在街上呢，我跟刀弟取照片，结婚照。哎喂，少阿姨，啊，我回盐城了。饭店还是要开的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呢。小钟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给你打一个电话。哎，这是您的照片。赵子慧，她没再回医院吧？医生说要住院的，我随便问问。